诸位朋友大家好，我们今天继续播讲论语子罕篇，今天播讲第27章。子曰，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。夫子说，岁末天寒，方才知道松柏长青永不凋零啊。岁寒，松柏啊，长青啊，后凋不凋也。岁寒在这里比喻乱世，松柏比喻君子。处乱世，小人为权为利而辩解，君子则不改仁义节操啊。在庄子《攘王篇》里面有这段话，孔子曰，天寒既至，霜雪既降，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，陈蔡之萼，予求其幸乎？啊，这里正说明了艰难，所以磨砺我们的心意，让我们更坚定，更能够守住了正道。天寒，霜雪啊下降，而整个松树柏树仍然是常青的，松柏常青。孔老夫子困于陈蔡，所以这是最辛苦的时候，孔老夫子仍然能够安然度过，表示意志非常坚定，而且一定要坚守正道。这里说的松柏之后凋，松柏本不凋零的，这里用后凋两个字，好像是最后凋零，其实这是一个修辞的方式。一般来说，就整个汉语文来表达，汉语文习惯从经验体察，它很含蓄很温婉来表达这个意思。譬如说啊，《岳阳楼记》里面讲，为斯人无俗与归，这个为其实讲的就是如同没有，就是无。我们讲啊，即啊，相即不二，这个即就如同说同，所以以为说无，以即说同，以远近来说同意。譬如说性相近，习相远，其实讲的是性相同而习相异。以婉来说勉，比如大器晚成，就大器勉成，这是一个独特的修辞方式，但是它的道理上其实就是以经验的体察，含蓄温婉来表达意思了啊。所以这里说的松柏是后凋，松柏最后凋零，其实是不凋零的。因为整个汉语文重视这种生命意蕴的生长啊，我常说，就汉字本身来讲，汉字是以存在为本位的，而西方的语文是以话语为中心的。我们存在为本位，我们是一个气的感通，而西方以话语为中心，它重视的是一个论理的结构。所以我们这个图像性的文字，因文字是图像而表象之，总以存在为本位的，以气的感通。所以你留意一下那个气味如何。所以我常说，读古汉语一定要感其意味，体其意蕴，才能明其意义，
这是有一定道理的。在这里，我们重视的气的感通跟存在的彰显，它不同于拼音文字。拼音文字刚刚说了，重视话语的精确度，看怎么掌握，所以它的话语用拼音的符号来记录，它基本上没有独立的文字，它用符号来记录语言成为文字，文字基本上是附属在语言的，所以以话语为中心，它重视的是逻辑的严整结构，它不是重视气的感通。而我们的话语啊，连着我们文字，文字本身是图像的，文字是回到存在本身，重视存在的彰显。而这里有一个气的感通，生命氤氲于其中，所以我们阅读的时候要刻意的把这个气韵生动，那个生命意蕴的生长要把它显化出来。所以这里说了，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厚凋也，岁末天寒才知道松柏长青永不凋零啊。这时候翻译的时候就不适合说最后凋零了，要说永不凋零啊。那么这一章其实夫子是在讲君子之德，君子之德啊，在乱世啊仍然如松柏一样，松柏长青呢，尽管霜雪严冻，但是它仍然生命力还是很强旺的生长着。短短几个字彰显出夫子所显示出来的一种生命的精神，生命的气韵，生命的庄严。子曰：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厚凋也。注文：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厚凋也。好的，我们今天就播讲到这个地方，感恩。